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现在在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，要去吃一个鬼市面，他晚上11点多钟才开门。啊，你也是跟他们一起的吗？不是，他们卖药的。这么卖药不也是晚上才出啊？你们卖几点的？那个1点点，就卖完了。就是赶上11点钟出来。对。哇。终于开门了，等到点了。奉泉面馆，哇，亮了！11:50准时开门。第一批客人，这家面馆。老板娘，这是几点钟吃上啊？12点钟准时开始啊！排队排队，开门就排队，我的天！啊。紧张的忙碌，老板娘徒手煎鸡蛋。他门没开之前就能下单了，预订单。哦、预订单。哇！多少钱一碗？20块一碗啊！多少钱？鸡蛋是一个，我的个。10.5块。来个碗。睡了一觉了吧你？那得等到这个点来吃。对啊。他的店开了好多年了吗？开好多年。你下来了。自己端着自己的，还自己来领。来，要不要了？一边点。少，多少钱呢？一个鸡蛋。我们这是他是第一碗，我是第二碗啊。10.5块一碗面，还是挺实惠的啊。上面有这么多肉丝，肉丝刚才我一翻底下去了。这还有一个炸鸡蛋。看着样应该是挺辣呀，面条还是挺粗的，比正常的粗一点。这大半夜的排队吃这一碗面，人生第一次，尝一口味道啊！面条还是挺劲道的，有点辣，这味道挺重啊。尝肉丝，这肉丝没有上过浆的，有点硬，这就有点辣。当地人为什么这么认可这个店呢？有多少原因啊？不是半夜来吃，叫他们问叫鬼市面。如果单喝这一口汤呢，是稍微有点咸，但是如果跟着面一起吃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他家这个挺有意思啊，自己领一碗面，自己拿着面，完到那儿去领汤，加个鸡蛋，领汤和肉丝，自己端着走。现在是凌晨12点了，你看有这么多人在排队吃面啊，少见吧，全国少见。哎，我们徐州的，从徐州过来吃面。这美女大半夜不睡觉了，吃宵夜是吧？你经常过来吃吧？你看看人用这个葱和蒜用多少，一碗就这么多，太神奇了。经常过来吃吗？啊，对。一天不吃，睡不着，浑身难受。啊，呼呼的人呐、啊，美女帅哥都有啊。这一会儿这牌子挤都挤不动了，快。可以走了。这边就是咱们年轻人的深夜食堂。啊，对对对，是。吃完面干嘛去？吃完面回家睡觉。回家睡觉。不吃面睡不香啊？那肯定了，饿肚子谁能睡着呢？没吃晚饭呢，打个牌回来，过了吃饭啊，打完牌了，打牌，然后到1点多钟过来吃个饭，他有十几年了啊，有十几年了，生意非常好，生意真的是好，看着这人气，这是闻名而来，都是别的地方都是从其他上面，比如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从这里开始啊，最早的夜生活开始的地方，就是这开始，吃完面然后回去，有的人接着继续。
继续打打牌，打打牌，继续泡泡脚，洗个澡，哇，然后像我们这样就去回家睡觉啊。你们这，我们就相当于夜生活结束，他们有的也就相当于夜生活刚刚开始啊。你们结束，他们开始，对对，全叫人民太幸福。这个面还有免费加吗？哦，这免费加面。我看你吃的香啊，啊，真香啊！屋里坐不下了，屋里坐不下，外面坐不下，咱到外面来吃了。